喜欢我，我不想踩了，来吧。你就走了吗？吼吼！你不想跟我演了？你不想跟我玩？腾讯果然想演一个民国戏，然后点名了男演员，让我来演。你想拍什么都可以。他之前说他要演我的爸爸，我给他转个大红包来。对，你是对自己没信心，还是对对手没有信心？那肯定是对我没有自信啊。那肯定是越丑的越好啊。漂亮的那还叫表情包吗？那只能叫做美图。来，把手机给我。有颜有料有才华，陶叨叨主创很闹气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朋友，王楚然。许个愿吗？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听说你喜欢我？你知道啊？我发现你了。我恨你。恨我？你让我们白白错过了六年的时间。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好吗？为了你，什么工作，什么前途，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你听我把话说完。每个人都记住自己的暗线任务了吧？没有，来。我们两个应该有重叠的吧？任务。评价一下我的形象。挺好的。挺好的，挺好分几种啊？有点好，有点好，嗯，那你说一个就是特别好的呗？你一定要是，你就一定要上来就要那个完成任务，必须的，目的性很强。我不是想赢，只是不想输。来，开始。个子不算矮。好，我们进入这个下一个环节。对方做什么？对方做什么什么的事实，你想对他说很好，但下次不要，你说吧。对方在夸我的时候，很好，下次不要了，就像刚才那样，不要了。陈冠英在新剧中欠揍第一，你认你吗？不认，比我们组还有更欠揍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有人对你说，听说你喜欢我，你会回我说，听说你喜欢我，听说你喜欢我，那你会回什么？这应该是个脚本。我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我会回你挺好的。好了，这趴我们到此结束。就都别想完成任务，是不是？哎呀，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使用对方的表情包？在任何情况下吧，聊天时都会使用。是哪种类型的表情包？那肯定是越丑的越好啊。漂亮的那还叫表情包吗？那只能叫做美图。我的表情包哪有丑的？来，把手机给我。你去模仿一下你最常用的一个吗？有些表演是无法复制的，就是独特的版本，就像我们大家看到的阮流铮一样，别人演不出这个味道的。如果二搭，希望拍什么题材？民国戏吧，因为我自己本身特别想拍个民国戏。你是在跟腾讯视频的 VIP 的伙伴们说要投票给我们，然后腾讯再给我们定制一个戏吗？那你觉得呢？你不想跟我演了？你不想跟我二搭？腾讯的领导听到了是吧？这个视频要直接转给他们。果然想演一个民国戏，然后点名了男演员，让我来演。感谢这个王老师给这个机会。那你想拍民国戏吗？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懂事的腾讯视频应该已经在递本子了。一句话介绍一下你身边这位，在剧中他是你的谁？是我的前妻、师妹、我的学生，还是在努力追求的人？他是我的老师兄。第一次听说搭档是对方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因为之前的时候有看过他那个《阳光之下》嘛，然后我当时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形象特别符合，然后感觉也特别符合。现在对彼此的现印象是什么？就是还挺搞笑的，就是个笑话。对，我说说对楚然的那个第一印象吧。嗯，因为其实之前有看过那个《清平乐》。拉倒吧，你以前说你没看过。当时对他没什么印象，在得知了这个是楚然来演的时候，把他的部分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那时候还就他很小吧，那时候拍着多大？十九岁。嗯，就跟个小朋友一样。然后我当时觉得他年纪很小，因为这个角色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这个年龄感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医生，然后又要进行工作，觉得还演得不错。确实是里面那个跨度比较大，然后就会就是提醒我有什么时候，有时候要怎么样那个状态什么的。那两位拍戏的时候有想过有什么伙伴？确实挺开心，我觉得就是超出了我的预料吧。你是对自己没信心，还是对对手没有信心啊？那肯定是对我没有自信啊。那谁会对你？不是你那么优秀，为什么要没自信呢？我不是怕拖你后腿吗？
因为我这个是我第一个女主戏嘛，而且确实是这个角色发挥空间还挺大的，演完之后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太谦虚了，我觉得她笑容是有感染力的，其实我在家追剧的时候看她在那笑，我也跟着笑。对，所以平淡下来第一次当女主干得漂亮，未来可期。你们觉得对方跟剧中的角色相似有20%？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相像的，我觉得有20%吧。20%？对，因为确实彭老师跟宁老师长相很相似，除此之外可能性格方面就没有。是你追剧的时候有想揍他的时候？只有他那张嘴的时候就看起来比较气，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对刘铮是有爱的。为什么就是刘铮会这么爱逆之前？因为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特别优秀。怎么可以拒绝 SCI？ 他比较务实，我不太懂那种男生之间那种浪漫啊什么的。也不是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的这个一生啊有很多种成就，一种是成就自己，还有一种是成就别人。其实我觉得宁志谦是希望阮刘铮能够一块帮他成就，然后因为他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的苗子，这些排除是不是什么妻子啊女朋友，他还是愿意帮助这些有能力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说刘铮跟宁老师他其实两个人就是相互成长，不管是在事业上面还是就是感情上面都是。有网友说想把你的手和嘴给你安上，对于这种评论你有什么想？嘴安上我懂什么意思，手为什么安上啊？就抱他呀，挽留他呀，摸摸他头啊这种。我记得写什么论文什么，就拍了拍你，我看真的挺说的，还给了你点这个爱的鼓励。手有点大是吧？那你们本人觉得这个剧里面最甜的一场戏是哪一场？一个是最开始的时候，上学期间我对他告白的，还有一次最甜的就是那个，联欢会的时候最后一次求婚的那个。嗯，我觉得最甜的那场戏是我们给他送咖啡那场戏，因为毕竟那场戏吃蛋糕了嘛，那蛋糕确实挺甜的。后续的剧情当中啊，大哥有那种坠机火葬场的感觉吗？嗯，有还是有。因为其实宁志谦他是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他不会在面对面的时候表达。就是我记得昨天晚上，你看说到了关键的剧情点，在昨天晚上的戏里面，你昨天晚上刷了好多集吧？我真一集没差。昨天晚上我们做完手术回来开车，然后那个阮刘铮在那个副驾驶睡着了，然后其实宁志谦觉得这一刻特别的美好。就拿出手机把他拍了几张照片，其实是他，这是他内心的软肋和他的柔软。其实宁志谦是把这个柔软是放在心里的，因为我不能每天都是跟他说，哇你今天真漂亮，哇你今天好美啊，你今天需要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是宁志谦的这种性格。那你今天见到楚然有时候你今天真漂亮吗？哎，对着我的脸说一下。你先说，我说不出口那么难吗？你先说。今天这 OOTD 还可以吧？就这么难吗？让你行吧，反正你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对吧？那我就先把这个任务送给你了，你也送给我那个任务行吗？你今天真帅。那来，形容一个人帅，用一首歌来唱两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看你对唱歌还是挺有天赋的。来，冲着镜头。躺下了都，他都开始躺下了，就是一个极度松弛、对自己自信的那种感觉。马上就要完成 KPI 了，来。我们接下来吧。嗯，就后面吧，随便哼哼两句也可以，冲着镜头看。走吧，可以。唱歌就别唱了吧，好不好？来拿一下。那你有什么想跟我唱的？完成任务。什么？让王楚然在采访中唱一两句歌。丑八怪耶耶耶耶！让王楚然夸你帅耶！ Yeah, 今天本场胜利嘉宾是我。我跟你说，我不是想赢，只是不服输。我不想踩了，来吧。你就走了吗？吼！这是不是算完成任务了？我踩不下去了，我能不踩了吗？他又刚才看了一下自己的那个，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剧本提示。就是你这个表演啊，我就说，比如年轻人演戏啊，又不大家都不是没看过剧本的人。我真生气，我不想录了。来来来，楚然，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想录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就在这坐着呗。反正耗到一会儿直播，咱们就直接上台了。那上台咱们还互动吗？随便，我是不想互动。那这样吧，好不好？一会儿我有个墨镜，我送给你，你上台时候戴着好吗？不想，我不想遮住我美丽的眼睛。就你能不能就换点别的？我现在真的就是挺生气的。那怎么办？来，把手机给我，我给他转个大红包来。我必须要到账了才行，这才开心。你想要超能力收买我？不行，你必须要用你的嘴巴来收买我。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快点，你用你的嘴巴。你嘴巴怎么？就是你看你说点什么呀？说点什么？你今天真漂亮。哇，你好美啊！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你就是个笑话。那这个也算吧，我也算。这算什么？
好吧，先继续踩吧，因为我这个人都是比较顾全大局的。咱们先继续吧。想问一下楚然，你是在追他的时候比较开心，还是背着的时候比较开心？追的时候吧，刘征真的就很喜欢宁之谦，所以就是在追的时候自己也会有种就是那种幸福感，为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开心的。在杨乐丹的镜头底下，就是女生特别漂亮，男生特别帅，你们自己看剧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吗？就她漂亮肯定她不能自己夸了，我觉得就是确实有很多朋友来给我发信息说楚然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戏好，这个是有一说一。你俩下次可以演个欢喜冤家，大家都觉得就是你们两位演员的出现，让很多的小说的男女主角都有了脸。那对于这个评价有什么想说？心里偷着乐呗，挺开心的，确实。像仙侠、无偶、悬疑或者是都市爱情，你们会怎么去排那个优先级？这个套餐可以都来一遍，可能孤偶已经不适合我这个年纪了。孤偶里面还是有些角色挺适合的。来说，那什么角色适合呢？就是一些那种搞笑一点的呀。我以为你要让我演你的父皇呢。他之前说要演我的爸爸。天哪，我觉得你也挺适合古装的，因为我看到你很多古装扮相。两个有看过自己或对方的那种拉郎视频吗？看过自己的。进这个组之前，然后我也看过我们两个的，是看古装的吧，当时我记得。挺好，下次发给我看看。好的安排。我第一次在酒店见到你，我就觉得很失望。我想做他一辈子最喜欢的。甜妹和辣妹更喜欢哪个评价？甜妹辣妹都不是我的评价。那你是？就是又甜又辣。哇，这个满分回答。如果经费充足可以带对方去旅行的话，你们觉得可以安排什么样的项目？是腾讯视频给我们出这个钱吗？那你要仔细想想，我会喜欢什么地方，而不是你会喜欢什么地方。我看你肤白貌美，你应该喜欢滑雪吧？人家带女生都是那种什么甜甜的，什么就是去那种就是坐个热气球啊那种感觉。你就是坐带我去极限运动。我跟你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坐热气球降落的时候，四个工作人员去抓那个气球，然后气球还不断的往前冲，其实很危险。我劝你千万不要那样。你想去哪儿？就是想去一个最高的那种过山车，阿尔塔去坐。拉下来你气势也就没有那么的勇了，那样我就开心了。我那个可以连着做的。第一个你是喜欢 H 还是 B E？ B E。咱下次一块儿，三二一，一块儿说啊。孩子谁去接？他。我也想说他。小狗还是小猫？小狗。如果一起出去旅行的话，谁来安排行程？他。我。好假谁来哄？我。他。谁的手机里面黑照最多？我。两位谁更搞笑？他。这个不可能同意、这个、这不能同意，都觉得对方好笑。对。第一次见面心动还是结婚心动？心动是吗？你肯定第一次见面比较心动。喜剧人能拥有爱情吗？当然。先录 ID。你先录。一块录，来，来三二一，有言。快。我们俩就是不能一起说话。来来三二一。快介绍自己啊！你要不前面你说吧，前面你说，然后我方说，我是王传，好吗？那我介绍那个你来啊。嗯。